张柏芝近期好少公开露面，社交网站都好耐未有更新，粉丝都好想知佢嘅近况。日前有粉丝野生捕获张柏芝，仲曝光咗佢嘅近照。据悉当日柏芝喺某个拍摄现场出现，佢着住黑色嘅上衣配牛仔裤，身形消瘦但精神奕奕，一边行一边同粉丝倾偈，之后仲攞起咗粉丝嘅魔术啤牌玩，表现得相当亲民啊！